哎，来了。Hello，Hello。啊，这么壮实吗？认识你们四个。真吓人。另外那两个人是谁呀？啊，谁啊？是静姐和娜姐吗？对。Hello。是不是很惊喜？有两位师姐为你们鼓励和打气。惊吓。两个师姐的气场很强，往那儿一坐，他们说别紧张，别紧张，还是会紧张。啊，真的像要考试。我是一个不怕上舞台的人，但我是个害怕考试的人。他们这多幸福啊！你知道我们在第二季的时候小考，从一公到最后，我们就因为要小考，我们会两天两夜都睡不着觉，人都魔怔了。但他们没有经历过这个，所以今天这种小考对他们来说可能太突如其来了。两位师姐一起参与嘛。然后就多了两双很新鲜的眼睛，就他们会看到一些可能我们比较在里面的话容易会忽略的问题。那首先我们进行永远都会在的考核。生活似海起伏不定，你总是看不到头，那这段路分分不服的方便上路的挥挥手，这一场风头又落幕，谁能什么都拥有，你永远都会在，我永远会在。我可能比较在意，因为最后一段那个歌词一定要记得。最后一段，因为他歌词变了嘛，对，然后他讲的那个利益也不一样，所以那个一定要记得就好。表现挺一般的，就是连我这么自信的人，我就自己评价我都觉得不太好，就大家没发挥好呗。其实我们平时可能练习的有的时候都比这次好，然后这次可能紧张了都有可能嘛。OK， 谢谢姐姐们，我们准备第二首好吗？好，逆向老师。'Cause I know it'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don't you let me fall. Ooh, ooh, when you least untrust me, hook on your tongueOoh, love your kisses, daddy, don't stop. OK， 老师呢？我比较期待姐姐们的舞蹈。好吧。OK， 音乐。地点还是我们每天熟悉的这个教室，自己已经做好了准备，但是面对两位总监、两位师姐，像考官一样的坐在我们的面前，还是不由自主的会有一些紧张。前面亮相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姐姐们都会有一些体现妩媚的东西，有的时候我们不用刻意去给到观众更多，如果不是观众会觉得比较油腻的。你比如说哪一个地方谁表情，可能咱俩是不是一样想的？我看到是心仪姐。我也是看到的心仪。当其他姐姐都在一个维度的时候，心仪姐你给多的话就会有那个对比性。对，所以这个我也在找。对，其实我很少有这样的时候，所以我也在找，可能一下找脱了。但是你看你刚才那个跟朱洁静那段，就表情不油腻自然，而且很潇洒，本来就是这样的这个感觉，所以我才盯得住你们这几对这个阴柔并进的感觉。我们不是身在其中了，我们变成了阿 Ken， 变成了荒井。这个时候你在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看到了很多原来我们在里头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一些瑕疵。文文，哎，这个舞其实挺合适你的，就你挺挺胯什么都有了。我这胯都快掉了，他顶的。不是，就是你站着的时候，你看小猪那个一开始出来，他一跳，就他有那种很硬的，可是他有一种魅惑在里面，他特别肯定的看着前面，有点好。哪天教我一下？那你让玉文文怎么去？
余文文有余文文的范儿，他不需要改成像小猪这种范儿，不需要。其实你特别好，你脖子特有劲儿，就那种，就那种东西，你已经有了，但你是硬的，他有他自己的风格，对。所以最后这一段，希望姐姐们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抓紧去练一练。那谢谢姐姐们。现在我们的考核结束了，那请姐能回到训练室等待最后结果，好吗？谢谢，辛苦了。走 ，Let's go。Hello， 姐姐们好。老师好，师们，姐姐们。好。我发现了，咱们几个得放松点了。刚才我通过上一组他们紧张的那个劲儿，紧张就是什么唱不明白了。咱们就放松，咱们再放松点吧。好，首先我们进行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的考核。好，音乐。请你为我再加双手舞蹈，加双手舞蹈，我会知道你在哪个角落。这首歌特别难唱，不好唱，还是要。多练，因为这个时候再说你再用什么样的技巧来不及了，就拼命练吧。特别是那个阿娇，嗯，你只要稳了他们俩唱的那个跟着你的和音才会特别结实，嗯，要不然老是飘的。嗯，对，你再肯定一点。好。没什么可形容的了，比唱的好多了。好好在这个舞上下功夫吧。你们刚才最精彩的部分是在这个间奏拿了这个棒球棍的时候，但是在间奏之前还是有一些瑕疵。嗯，现在给我感觉还是在走位，就是不是在表演。我先给你插嘴，听老师他对你们觉得你们能达到，他会提高要求。实际我都没有看出来你们走位有问题，我觉得还蛮自然的。但是如果你们听他的，你们会很牛。好，真的，嗯，因为可能前面有一些词啊，有一些节奏可能记得不是那么的准，但是确实马上要公演了。但这次的小考，我觉得帮我们提了一把速。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让我见你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我是觉得你们不要想要起范儿，想要用你们的行为和声音力度来去感染现场的观众。音乐是有化学作用的，嗯，你们真的是要沉浸在里头感动的话，下边也会感动。嗯。四海万家不要。真傻不去为忙造句成阳，真傻不去为忙造句成阳。哦，好热血呀，找不到什么问题了，是找不到什么。我能找到的地方就是赵梦再多练练表情。嗯，其实就是你的眼神，你就坚定一点。好，静姐说的对，这是窍门了。好，好，谢谢姐姐们今天的小考结束。